说的下面的还可以选吗？哦，就我要抹茶的、啊，你看你要哪一个？然后姐姐，那同学的意思是可以选这个两个。哦，我啊，你是说你就是要，他就是要精致漂浮，对，然后头是，对啊，没错嘛，我讲的是中文啊。他说你要陪茶还是要这一个？是这个。我要抹茶、啊。哦，他对，就是。原来他有听进去，只是他坚持。哦，对。OK。那个长篇剧好，那个那个票是吗？对。